后边一个靠背，这个中国高铁没得靠背。大家唔当叫马英九用橡皮骗你，马英九嘛去用骗你。伊个坐船，伊后边一个靠背，这个中国高铁没得靠背，坐高铁嘛买条白色的布啦，迄家己炸。顶管嘛无水果啦，还嘛跟你在。人不要自卑，但是也不要太过度自大。好像我们什么东西，中国大陆就一定是很烂的，就一定比我们差。人家有人家的强项，承认很困难嘛。人家的高铁就是做的比我们好啊，这有什么好讲的？趁全世界都知道中国大陆的高铁比台湾好，这句话你服气吗，专家？所以我觉得去扯这种东西，根本本身就是幸亏，只会让自己的专家变成一个笑话而已、啊。我觉得不必去做这种事情，丢自己的脸。我说大陆的高铁啊是没有靠背啊，我当时啊我真的看到快要笑翻了。各位，来啦，大陆的车没有靠背啊，哎呀，你看一进来，你看全部都有靠背啊，我才刚进来就看到这个真相了。来来来，各位，是不是全部都有啊？基本的这个都有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啊，没有靠背啊！你看各位，从头走到底都有啊。